哦，无闲几工啊，即阵会使小可休困一下。伫遮有精彩暗时新闻，主题分享，予你上轻松的暗头啊时间，请收听每天下晡六点半到七点的暗时报报。听众朋友，晚安安 ，Good night， 晚安，早头，欢迎收听每天暗时六点半进行到七点的暗时报报，我是主持人阿秋，今天是6/15，6月15号礼拜四，咱来收听啊，最近发生的重点新闻，报报，重点新闻。出现确诊首例儿童猴痘病例，卫生单位完成实地访视个案就读的幼儿园。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说明，幼儿园传播风险极低，由卫生所主动追踪21名同班学童，与医院团队建立转介机制。根据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资料，首例儿童猴痘病例，卫生单位框列4名同住家人，接触者皆无出现相关症状。男童就读的幼儿园疫调进行中，框列人数尚未确认。男童发病后未到就读的幼儿园，但幼儿园同学以及相关工作人员需要自我健康监测21天，以及进行环境清消。公路总局第四区养护工程处表示，端午节连假为6月22号到25号，苏花路廊预估在22号凌晨3点的时候，就会涌现南下的车潮，呼吁用路人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好，来新闻报算，来听一条好听的校园民歌。阿秋也是很喜欢这一首歌，叫做《夕阳伴我归》。夕阳依然红了大地，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绿绿的水哇。来自陈淑桦，休假所以就带给这回来演唱。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大家好，我是陈小芳，全民共享破坏现金6000元，只要符合资格，都可以当领到6000元。你的时间尽量，请免烦恼。民众应透过官网来登记户头，或者是去提款机留强领现金。特别提醒大家，以6000元的资讯为准，或者是拍专线1988，唔通相信诈骗，也是谣言哦。全民共享破坏现金，财政部关心你。那听到你的声，阮的心情才快活。企业广播电台 AM738。你的心声，阮知影，唱乎你快活，讲乎你满意。这款的用心，因为你值得。企业广播电台 AM738。抱抱，趣味单元。嗨，欢迎回来，是宝宝，我是做五七零阿秋，没错，欢迎回来。好啦，今天呢，星期四，每个星期四的单元要来讲到的是社会关怀啦。阿秋咧，今天要和大家吼，做伙来关怀到一种动物啦，叫做海龟。海龟，因为明仔咧吼，6月16号是世界海龟日吼、哦，原来有这个节日哦，世界海龟日，6月16号啦吼、哦，这是为着要。纪念讲有一个人叫做海龟之父哦，兼海龟保育创办人叫做 Archie Carr 的生日啦吼，所以甲即天6月16号定做是世界海龟日。6月16号世界海龟日，农渔局打算要甲海龟送登去因厝内底。屏东县政府将海游生态保育的意志化作实际行动，县府农渔局要伫咧世界海龟日6月16号上午的10:30，伫咧马京市内底沙滩，要来野放今年救到的4只海龟，包括着3只绿蜥龟，还有1只玳瑁。这4只海龟进前因为天气条件无好所以咧搁浅伫咧沙滩顶悬啦。经过热心的民众，也阁有海巡的人来通报县府，并由农渔局的人协助运送到屏东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内底救伤收容。农渔局指出，在屏东海洋生物研究中心以及专业的兽医生照顾下，经过4个月的观察，也阁有甲训练因的生存能力。目前4只海龟伫咧活动的状况顶头，拢是非常良好，也阁有正常的。目睭的外观、尾的外观拢真正常，咧食食的状况嘛是袂歹。体表的空嘴拢已经复原，只有粘着小块的海藻。经过评估，符合专家学者要求野放的标准。算是非常幸运啦吼，让人通报啊，让人救起来啦。哦，无什么意外，无什么状况啦，拜拜拜拜。经过农渔局，也阁有屏东海洋生物研究中心以及海保署等等多方的讨论甲确认，可能有着气候、近期野放、最佳超过等等的因素之下，定在明仔载6月16号上午的10:30。配合潮汐的时间，要伫咧马京的十里沙滩野放海龟。
叫也非常感谢民众，也有海巡暗巡的人员，还有保佑署，也有民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的同仁，为着要救海龟以及生态的保养，拢尽一份极大的心力，即着大家共同努力，让这个无价的生态资源，也有海洋生物拢会使永续发展，让这个海龟愿意回来到偏远的故乡产卵，让这珍贵的海洋礁客会用永续驻点澎湖。哇，欢迎回家，然后继续增产报国。后来有关放养海龟的议题先分享到这，咱先来小看休困一下，为大家报上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也是同样是龟的后来自摇滚歌手演唱的《忍者龟》来咯。有看过出棒告无啊？《忍者龟》啊，等下歌曲响起来就知影，再回来欣赏。城市神秘的下水道，四只乌龟红得发烧，忍者龟有戒不掉的嗜好，爱吃披萨也不迟到，披萨披萨味道真美妙，想起来口水就一直掉，披萨披萨你别跑掉。看见美女脸红又心跳，多纳泰罗没事就发飙，满肚子发不完的牢骚，达文西老师又可靠，办起事情错不了，拉斐尔这摇摆受不了，五官名单你找得到。跳跳跳好了，再报告。
阮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古锥啊叹无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的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犀利，犀利，犀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警方昨天破获一处制毒工厂。儿子，你看，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真是防不胜防。之前破获毒品咖啡包工厂，还有查获大麻、笑气等，这些都会害人上瘾啊。对啊，其中混合多种毒品做成的咖啡包，成分不明，致死率更高。这些学校宣导都有提醒哦。那你一定要注意啊。妈，不用担心，我会保护好自己的啦。反毒新世代，幸福下一代。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注意哦，准备好了，要开始咯。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样的花。在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那么在渔业广播电台里面挖呀挖呀挖，可以挖到什么呢？我知道，龙鳞鱼目的各种知识，还有好听的节目。渔业广播电台长期致力分享龙鳞鱼目产业的相关资讯，为了更贴近听友们的需求，我们特别在脸书粉丝专页进行线上问卷调查，想了解大家的收听习惯与满意程度，期盼您的建议与鼓励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好。即日起至112年7月20日，请上渔业广播电台官网填写问卷，您的每一句留言与填答都是我们努力的动力。渔业广播电台感谢您。生啊，生啊啦！我有听到渔业广播电台的风声讲，我无生啊呢，叫咱赶紧回航啦！哦，真的哦，阿发啦，是准备收网啊啦，咱赶紧来等哦 ！Yes sir！ 有任何海事海难的发生，或者是失踪人口的消损，紧卡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008-166。配偶今天准定型和站位二十八和半暝啊，气候一只货轮坠落，不幸冰船船长杜天祥依然下落不明，要请伫个配偶附近海域航行专业的专家到场来找查。出海这么久，哪拢无消息啦？离婚离合的人生，提供英文关心你。变化多端的天气，提供英文收获你。海上射击有个海上航行的安全，提供预先提醒你。渔业广播电台，甲您永远行做伙。Hello， 欢迎各位暗时宝宝，我是朱启林阿秋。好了，继续来听到今天的主题：社会关怀。咱头头分享到的是世界海龟日，关怀到海龟的相关议题。继续来甲看卖哈，全球咧只有七种的海龟咧，哦，全球只有七种的海龟尔尔哦。啊，台湾咧就有五种啊，啊，应该如何来保育咧？哇，原来即马全球只有剩七种海龟咧活尔啦。啊！伫台湾出现的就有五种啊，所以佫更加显示出吼，台湾的海龟保育
真正是非常重要啦。那为着要大家更加了解海龟咧，所以海游委员会海游保育署嘛特别分享着台湾上常常记录的五种海龟啊。对五种来看卖哈，包括着绿蜥龟、赤蜥龟、玳瑁、杆蜥龟，还有格龟。格龟是安怎咧？大格呢啊？口音也过哦，无啦，皮革的革，然后格龟。哦，当时咧，伊嘛做出一个专属图表啦。你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咧吼，会使就这个海保署的网站去甲看卖咧吼。这个五种的台湾海龟啦，透过这幅图就会使简单来分辨出哦，这五种不同种类的海龟有倒位写着无同。嘿，听众朋友，你敢知影？海龟的卵啊，吼、哦，伊要生查甫啊、查某的，甲啥物货有非常大的关系，你敢知影？啊、哦，甲这个沙的温度啦，伊唔是拢伫咧沙滩上面产卵吗？哦，啊，要生查甫啊、生查某的，竟然是甲这沙的温度有非常大的关系哦。来看卖哈，海龟大部分生存在热带以及温带浅海水域。以肺呼吸的它们产卵时必须回到陆地或沙地上，多数的海龟都是洄游性的，在繁殖季时会从觅食栖地回到产卵栖地，多数会回到当初出生地进行交配以及产卵。特别的是呢，海龟的性别是由沙滩温度所决定的。生物学家表示，如果将龟卵放置在20°C到27°C温度下孵化，出生的小海龟往往都是雄性的，都是刚的。那如果是放置在30°C到35°C温度下呢，出生的小龟则是以雌性为主，查甫的，然后所以呢，那是较寒较冷的咧，就会生查甫的；啊啦，较温暖、较烧热的咧，就会生查某的。哎呦，竟然有这种道理啦！阿秋若无读这篇哦，嘛唔知影讲，竟然是安尼来哦，太奇妙了。那么在台湾周边海龟的分布情形是安怎呢？哎呦，各有分作两种族群哦。第一个族群是觅食族群，第二个是产卵族群。觅食族群的话呢，是以台湾周边海域作为觅食栖息地，或是迁移中占据台湾的海龟族群。目前已知的海龟主要觅食栖息地有小琉球，小琉球一定会看到的啦。当因的娃娃机台内底拢是小海龟娃娃啦，哦，这个是他们的特色之一啊。小琉球，还有对。P.O.P.O. 也是啦吼，还有东沙、东沙，还有南沙太平岛、南沙太平岛，其他沿海地区比如说绿岛啦、垦丁啦、兰屿、澎湖，还有东北角，也都有海龟目击的记录。好了，再来看到这个产卵族群啦吼，来台湾繁殖生两个海龟嘞吼，是啥人嘞？在产卵季结束后就会回到原觅食栖息地呀，所以呢，来台湾生两个海龟主要拢集中伫咧五个所在离岛，分别是澎湖县的望安岛、台东县的兰苏、屏东县的小琉球、东沙群岛以及南沙群岛的太平岛。哎，拢差不多啦吼，觅食的啦、产卵的啦，其实都差不多啦，都是在这些地方常常看到海龟的地方，然后。好，最后咧来分享到如何保护海龟啦。因为海龟生啊非常的古锥，相当可爱，所以这多人看到海龟本尊就会非常兴奋。不过呢，这边也是要提醒大家哈，有五不哦哈，不要去干扰海龟的五大原则啊，分别是不追逐、不打扰、不碰触、不喂食、不伤害。不追逐就是卖个溜了，人要收走，你就人收走嘛，伊是自由的咧吼。不打扰就是安尼，一直甲叫了，一直甲叫了，大大的打扰叫做打扰了吼，不要打扰他。莫卖个卡掉，卡掉你就要还罚钱啊哈。莫卖个吃哈，不喂食啊，嘿，伊拢安尼，我白食食的，你就放伊伫遐食，个伫遐做食，无较戆啊吼。不伤害莫伤害伊哦，伤害你就哦，一世人乌有去啊哈。同时呢，也要保持友善的距离。当然，不止海龟啦，其他很多海洋生物也都应该要受到保护啦。
好啦，这就是今天你所关怀到的物种，叫做海龟啦吼，五大海龟。哦，这真正是爱好好啊，甲听好详细啊。即卖海游内底生物愈来愈少啊，吼，大家要真的好好保育他们啊。好啦，时间关系，最后放一首歌就要来结束啊，叫做《一片冬瓜》，一片冬瓜，来自诸葛亮啊先生所演唱的，大家做伙来欣赏。雄关都一起求名利拼地位，无分地无怨天，只凭男儿一口气，一向算西风带起，冷淡世情笑带比我行李打开，只有机票两字，信心加勇气，就是男儿上好的本钱。时机若到，成功是一时。各团圆，花纸拍开，面顶无半字，一片冬瓜，叫我倒转去。出乡关多一志，求名利拼地位，无分地无怨天。凭男儿一口气，一向算西风带起，冷淡世情笑带比，我行李打开，只有机票两字，信心加勇气，就是男儿上好的本钱。时机若到，成功是一时。世情笑带比，我行李打开，只有机票两字，信心加勇气，就是男儿上好的本钱。时机若到，成功是